你这个要挂上去吗？哦，不要好了，我觉得我那个拍的不够好。哎，要是我知道摄影社的前社长毕业制作都这么麻烦，早知道就不来了。反正你也只是想看妹而已，有差吗？哎，这里又没有妹，想看我也看不到啊。哎，嗯，我把东西拿进去喽。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是想问这些照片是……哦，是我拍的。你就是赵涵学姐吗？嗯，我是跟你同校的学妹，我一直很欣赏你的作品，很想找你学要怎么拍照。找我学？嗯，学妹，我来教你就好了。虽然我摄影技巧没有唱很好，可是我好歹是学摄影的啊。不信哦，不然来我家看作品集。我让学姐教我就好了。好，随便了，没我的事，拜。嗯，你先坐。哦，好。你具体是想要我教你什么？什么都想，只要是学姐教的，我都想学。我原本是想说，如果学姐你之后还有要出去拍照的话，我可以一起去吗？哦，也不是不行啦。真的吗？那我下礼拜就去。下礼拜？嗯。哦。那我给你我的 LINE 好了。哦。那你先吧。要记得加我哦。嗯，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学姐，拜拜。嗨，我是 Enrique， 你会说英文吗？我英文不太好。哦，I'm just looking this around.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I'm José Miluren. Do you know Peru? You know? No. I don't know. But I'm looking this restaurant. I know my friend told me it's over there. I don't know if you, me, want to go. And my friend told me it's in that way. It's a really good restaurant. There, no. Your friend? Hi, José Enrique. So it's your friend. We are going to go to eat together in one restaurant near to you. No, thank
Thank you. But妹，你刚还好吗 ？No, thank you. 你很烦呢。嘿，但是你不是叫我的名字吗？干嘛还叫我学妹？哦，白子宁。太生疏了吧？那子宁。算了，我们先去拍照吧。你什么时候才要学会载人？哦，下次啦，下次换我载你。下次是什么时候？哇哇，你家真的很大哎！干嘛想来住哦？啊，可以吗？可以的话，我当然要住啊。哦，那你改天来住啊。好啊，那学姐拜拜。你也叫我的名字吧？啊？你说什么？我说，你也叫我的名字，不要叫我学姐，这样我有点不习惯。嗯，张涵，拜拜。拜拜。喂，喂，赵涵，我的底片卷没了，你明天要不要陪我去买？可以是可以啊，但这可以用讯息讲吧？为什么要用电话的？哦，就想听到你的声音啊。喂，赵涵，嗯？怎么没声音？你睡着了？我还要用报告的东西，我先挂。哦，哦，进来，赵涵呐。嗯。啊，恁阿静哦，即阵要出差啦。啊，问讲你敢有欠啥，伊要甲你买啦。不用，没关系。你莫常常遐客气啊，咱早晚哦嘛规家伙仔人啊。嗯，我知道啦。啊，你最近是不是？干嘛啦？啊，你出去啦。是交男朋友？没有，你出去吧。啊，你以后在外面要小心安全啊。好。
那你帮我挑好底片了吗？哦，选一个吧。嗯，那我们什么时候带出去拍照啊？太快了吧，之前拍的不是还没修好？我就想再跟你出去拍照啊。哦。怎么了？嗯，我房东突然说今天家里停水，这样我要怎么洗澡啊？那你赶快联络你的朋友吧，不然你今天晚上怎么办？你该不会是想要去我家吧？哎呦，哎呦，今天哪坐边位等啊？嗯，我们先上去了。哎、欸，妹妹，阿姨哦，有切水果了。啊，等一下。不用了。什么不用？啊，叔叔买了一堆水果回来，阿姨切给你吃啊。嗯，好，谢谢阿姨。好了啦。好，我知道了。原来你家长这样哦。你不要乱看啦，这样很尴尬。啊，你东西就随便放。嗯、啊。那你先整理你的东西，我先去洗澡。嗯。不要乱看、喔、你赶学姐，你打报告打得很认真呢。其实我刚刚有偷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你小时候好胖哦。怎么了？这样有点奇怪。为什么？学姐不喜欢我吗？Thank you.
干嘛偷拍我？就想记录一下。所以我是你女朋友了吗？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不认账吗？没有了。没有，那我就是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约会？明天怎么样？我明天没课。可是我明天不行啊，我明天要回台南。太久没回家了。台南？嗯。我也是台南人呢、欸。还是我们一起回去？你要跟我回阿嬷家哦？我可以回去找我爸啊。他离婚之后都一个人待在台南，我怕他太寂寞想我了。那就看你啊。哦。好啦，那我之后再跟你说。嗯，我们去吃早餐吧。好啊。进来吧。哎，你怎么又穿我的衣服啊？就舒服嘛。你坐啊，我没有床屁，你可以坐。哎、欸，这是你小时候、哦，可爱吧？那、啊、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半呢？我不知道哎、欸，我爸拿给我的时候就只有一半，应该是因为老照片有破损。我回来了。啊，你回来啊？嗯。啊，阿嬷最近怎么了？阿嬷，没怎样啊。啊，我只是回去吃个饭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哦。哎、欸，你前一阵不是拢带一个女生回来？我看伊哦，会牵你安尼出去，啊，佮有当时你回来，佮会陪你回来，迄个袂歹哦。嗯。嗯，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啦，迄、那个啦，恁哦啊，一寄一堆水果啦。我想讲哦，要寄我给阿妈吃。啊，你等下去了啦，仓库给我去交代。好。我来帮你。嗯，好。妈。嗯。这张照片是什么？你去哪里拿的？我在仓库不小心翻到。不是，谁是什么？上面另外一个女生是谁？
是你妹妹。我跟你爸爸那时候离婚的时候，把你交给了我，妹妹给爸爸。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我不是不跟你讲，是你也知道，你小时候妈妈带你的时候多么的辛苦，我还要找工作，还要照顾你，晚上你有时候你叫一个女人带。让你知道呀，看现在叔叔是不是对我们很好？他至少让我们两个不会饿到啊！干嘛这么晚找我出来？昭涵，你干嘛？你怎么在哭？干嘛？藏什么啦？这有什么好藏？我们是姐妹。到底在说什么？不要开玩笑。你不要这样，我爸开玩笑也不是这样子、啊。你觉得我会是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人吗？我像是这种人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怎么可能是亲姐妹啊？一张照片而已，能证明什么、啊？这个就是事实。就说不定只是长得像我而已，就算真的是我又怎样？那不能证明我们就是姐妹啊！你讲话啊！你说啊！你说话啊！干嘛叫我？你不是要我证明给你看？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啊！你也知道我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姐妹，这就是事实。所以呢，是姐妹又怎样？难道不爱我吗？在不知道这个关系之前，我们不是过得很幸福吗？难道不想继续下去吗？怎么会不想？但是道德上就是不允许我们这样。难道你想要一辈子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就这么在意别人眼光吗？我可以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搬家，如果没钱，我们可以找工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要怎么重新开始？去到哪里都不会改变我们是姐妹的事实。可是现在没有人知道的话，我们就只是……那如果有一天大家都知道了呢？现在知道的只有我们，只要我们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爱来解决的。
我不知道。阳光洒在身上。